Ready, go！ 刮刮乐，乐乐刮，乐乐爱刮，刮刮乐。欢迎收看今天的乐刮日常，我是乐乐。来吧，这一本30面值九五之尊，我们去挑战。看一下这个九五之尊的票啊，还是看一下票号，这一本是101-6789啊，101-6789-00啊。这边的话是2019，一共20张。那么上次我们刮了一个是99955，没报奖啊。来看一下这一个6789啊，看一下这个顺的号怎么样啊？我们来继续挑战，继续冲刺。那么这个票啊，也是找这个中奖号码，我们直接走代码啊。这一个是 WEO 啊，这一张我们有中奖啊 ，WEO 没有中。这一个 KIG 中一个50，来27号中一个50元，27号中50啊，我们写在这上面吧。啊，这一张中50。然后这一个 MO 位啊 ，MD 位啊，这一张也是 pass 啊，这张也没中奖啊。50的话，这一个是 PVG 啊 ，PVG 这张也 pass 没有中，还是没有中啊。这才中一张奖，50。这一个 WHN 这张也没有 ，WHN 没有。50这一张是一个 ELU 啊，这个是中30元啊，30的奖来看一下是在哪里。28号中一个30，这样的话累计中80，单张中30啊，来继续。这一个 KBT 啊 ，KBT 这张也是没有中啊 ，KBT 还是没有奖 ，KBT 没有奖，来下一张。这一个EMU 啊 ，EMU 这一张也是没有奖的代码 ，EMU 没有中。目前80元，来看这个 HAQ 啊 ，HAQ 还是没中啊 ，HAQ 还没中。AMT 啊 ，AMT 依然 pass 啊 ，AMT 没有。这一个 BRP 啊 ，BRP 没有奖 ，BRP 没有，这空了好几张了。HKY 啊，这个代码依然没中啊 ，HKY 依然没中。这个 KRG 还是50，那么这个50的奖来看一下，34中50啊，这样的话是累计130啊，单张中50。这一个 MFR 100元，来看一下，这个是100的奖，40啊，40号中100，这样的话是累计230元，单张中100啊。AIT 啊 ，AIT 的代码也是没有奖 ，AIT 代码也没有奖。然后这一个是 SFL 啊 ，SFL 这张也 pass。ELU 一个30，31号中一个30，刚才是230，这样的话累计260啊，中一个30元，累计260。260来看这一张 W 啊 ，WTN 啊，这一张还是 pass 了 ，WTN 没有。这个什么情况？这都260了 ，GRY 这一张没有中奖啊，这是倒数第二张了，018票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最后一张啊，看看是30还是50吧。又是一个30的奖 ，ELU， 那么这个30奖是76号中30，累计返奖是290元。那这样的话，啊，这本九五之尊也是没有报奖啊，6789票号，这个顺的号没报奖啊，之前挂的报的号没报，顺的号还是没报。啊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618返奖290一个保底的一个基本奖，没有冲刺之后额外啊，恭喜彩票乐善人生，我们下期见，拜了个拜。